解一下那个范式理论的一个贝塔函数的一个计算。嗯。反正就是范式理论下的。你用那个，对，范式理论下的一个拉式链，这个已经全转化后的拉式链，然后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，然后可以写成就是有限量和那个抵消限量。你那是货真真正的那些是啊？嗯，对，就是根据所有的题那个书的那个约定，然后从这个传播子。可以读出这个传播子是的，费曼规则是1/2就 k 平方加 m 平方，然后从这个四个外壳的一个顶角，就是可以读出这个顶角是等于 2i lambda e tilde epsilon 次方，然后再考虑这个传播子的一个一圈修正。它的抵消线，因为这个是试点，所以它的那个一圈修正其实就是这样的，只有这样一种形式，就是一圈回来，就一个焦点这里刚好是两个进两个出这样子，然后这个 a 就是等于这个 e set phi 减一，就是为了简便记号的 b 就等于 e set n 减一，然后这个传播子的一个一圈修正就等于1/2乘以这个这个顶角的一个，然后再乘以1/2这个再乘以一个这个传播子。就是这个 L 面，然后外壳的话，因为都是一样，所以直接取里面的这一个，所以也是求那个贝塔函数。这个 delta 零其实就是对这个 k 平方加 m 平方，就是这个传播值的一个积分。嗯。然后由这个。就是之前上一次说的那个伽马函数的一个公式，就是这里是对，就是这些伽马函数的一个公式，还有这个，取这个。因为这个是范式理论，它的第一它是四维，这个 d 就等于四减 epsilon， 那个 b 其实等于一，然后 a 等于这个 q 八的平方就等于 k 的平方 ，d 是其实取了 m 的平方，其实大家上面去看可以知道。然后这个 mu。Q打 mu epsilon delta 零就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展开，就展开的这一个式子，然后转化成一个波式空间，也是前边那个我写的一个转换的一个规则，其实就是多了一个 i， 就可以写成这样一个形式，然后再把它的那个公式带进去，就可以得到这个。将这个积分化成一个伽马函数的一个东西，然后再进行一个展开计算，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式子。然后也是同样的忽略 epsilon 或者更小阶，就可以得到下面这样一个公式。然后取这个 mu 的平方是定义成四派乘以一负伽马，这个伽马是一个常数 ，mu就等于 mu 的平方。然后这个就可以化成这样一个式子，所以整一个传播子里面这一部分的话，一圈修正的话就可以，其实和抵消项的话就可以写成后面这一个形式。然后只考虑发散线，就是只考虑
凯普斯隆分子，而且并且只考虑凯普斯隆分子一阶的话，就可以得到这个 A 一是零加上这个更高阶，这个 B 一就是等于这个负十六派平方分子浪导加上更高阶，然后再考虑四个顶角的一个一圈修正，就是比较像。然后四个顶角的话，其实就只能画出这样的图。然后有几个不同的图是，就是可以通过 K 二和 K 三换一下，然后 K 二和 K 四换一下，就可以画出剩下的两个分浪图。剩下分别用那个负 S、负 T 和负 U 去标记，加上这个后面这个抵消线。所以这个 I V 的四次方就可以等于这个，因为有两个顶角，所以是负 I lambda 去到一个半数平方，然后有两个传播子，一个图就有两个传播子，这个传播子就是其实就是 L 加，这个 K 其实就是代表，只是简单是先求出一个通式。然后用这个 k 一加 k 二平方去代，就是 s 等于负 k 一加 k 二平方 ，t 等于负 k 一加 k 三平方，去代替这个 k。可以先求这个 i k 平方是等于，同样也是等于这一个，然后 d。也是四减 epsilon， 对，然后这个 q 就定义成 l 加 x k， 然后这个 d 就定义成 x 减 h x， 一减 x k 平方加 m 平方，取 b 等于二 ，a 等于零，就是代入前面那个公式，并且转换成欧式空间前面对应的 i，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式子。然后同样的代。带这种公式去化成这个伽马函数和这个 d 的负百分之百分之 j 的一个东西，然后再通过这些伽马函数的一个定义去把它算出来，就会得到这样一个式子。所以这个 mu tilde epsilon 乘以 fk 平方是这个 mu 是mu tilde epsilon 乘以这个 f 的话，就会等于这个也是同样这个mu 的 epsilon 可以展开成一加 epsilon lambda mu， 然后后面的话也是就是四派除以 d 可以展开成这样。然后再把它乘进去，忽略 epsilon 或者更小阶的话，就可以得到十六派平方分之一乘以这个括号中括号的东西。所以这个 V 四的一个 K 一 K 二 K 三 K 四就可以等于这个二分之一 lambda 平方乘以 f 负 s 加上这个 f 负 t。加上 f 负 u， 的一个 u 平方，然后减去这个抵消线，然后再把它上面的一个式子带进去，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式子。然后c 是等于以色方等减一，然后是可以展开成这样子。所以只考虑这个发散性，就是 epsilon 分之一线的话，就可以得到这个 c 是十六派平方分之三 lambda。然后可以由这个lambda 零和这个，因为这个以色派等于这个
根号，这个场就是 phi 等于这个phi 平方等于是 phi 平方，所以这个就可以有这样一个式子，就是 lambda 乘以是 phi 的，这个其实是根号是 phi 的这个四次方，就是前面的式子就是 lambda 式子，等于 lambda 或者 lambda mu 就等于，所以可以得到这个 lambda 和这个是 lambda 的一个式子，然后两边求导的话就可以得到，两边求 log 的话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式子，然后下面的计算就是为了整顿，我就把这个 mu q 打写成一个 mu， 再把上次对这个 lambda mu 求导，因为这个 mu 是一个假参量，所以它对这个它应该不依赖于这个 lambda， 所以这个 lambda 对 mu 求导应该是没有，然后下面的话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再把它展开计算。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式子，然后在两边乘以一个 lambda 的话，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lambda partial lambda， 然后用一些 lambda 一些 phi full phi 乘以 d lambda d log mu 加上 epsilon lambda， 然后令这一个 log 定义成这个 gm 除以epsilon m 这种形式的一个展开，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一部分是可以等于这一部分，然后在重整化理论当中，这一个d lambda 除以 d log mu 应该是取了一个有限值，所以就可以定义这个 dlambda 除以 d log mu 是等于 beta 乘以这个 x 乘以 epsilon，s 是一个常数，所以这两个式子带进去的话，就可以得到这个我们等于这个 d 乘以这个 epsilon 分之一更高阶乘以 beta lambda 加上 x epsilon 加上 epsilon lambda。等于这个的话就是再乘进去，然后定的话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式子，就是 x 加 lambda epsilon 加上epsilon 的根号值，这样的话就可以，因为这个是无限，所以这个应该是等于，所以 s 等于负 lambda，所以这一个式子就等于 d lambda 乘以被 log mu 求导等于 beta lambda 减去 lambda epsilon， 然后再把它完整的代入进去，就可以得到这个 beta lambda 和这个 g 的一个关系，然后再利用流数定理，就是这个 x 然后这个 g 一的连接，然后得到这一个，然后再展开成这个流数，这也是根据流数定理得到这一个。所以这个 lambda 平方除以 partial lambda 的 c 一减去二 a 一，因为这个是 c 一，这个的话是 a 一，然后这个 a 一是等于这个 c 一是等于16/3。然后这个贝塔、兰塔